穿都可以。你看它弹性非常的好，真的很好看。对，弹性非常的好哦。Oh my god！ 哎，那流鼻血，而且 H 罩杯的来，你知道它胸部更胀。H 罩杯是可以穿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可以买起来，下面有加长。你们如果今天不太敢露肚子的话，贝拉有给你们看。搭高腰裤，然后这一款有加长，所以我不会露到什么肚子，再罩一个罩衫就可以了。这个很好穿，真的超好穿的，包覆性，然后不会垂，有加长，这个可以买起来。重点它的颜色啊，你夏天穿，夏天穿就很好看，只要199，好不好？颜色的话就很多颜色，你们可以加起来。背是做这样子，背面真的很漂亮。后面真的很漂亮，那前面的部分你们说那个他那个生过小孩，其实他这边都有做到罩杯，是很薄的，有看到吗？这样子是很薄的，好不好？ Kiki 生过5个可以的，好吗？的话是肩带可以调整，你可以调整肩带，因为有一些是没有办法调整肩带，这一款是可以调整肩带。